双齿镜像手械。你知啦，伊个巴肚内底迄个变过迄个巴肚啦，有脚，要洗哦，来坐坐落去洗啦，坐坐落去洗啦，你无洗，我就是跟哪牛。量最大一只就好了，量最大一只。那你如果你三只要量，等一下再来。我看这只是什么呀？不要来这里了，太矮了。这是对不起，把你家踩坏了。刚才小伟那个，有没有忙？谢谢啊，你不要去了哈。那靠不靠外？那个老师底下，台湾招潮税，双十镜像手势，啊，伊个双十镜像手势是十只脚，两只后脚，八只那个步脚。啊，伊个目睭吼，像绿豆安尼啦，小细条绿豆安尼。啊，伊个八只是属于什么方形的啦？啊，我抓迄只是母的。啊，我观察伊是伫迄个伊个孔是伊圆洞。啊，走路是很土，我走的足急足，走足紧的哦。土的呢，走足紧。他是厚的，方蟹。啊，伊咧食物件，两只后脚哦，一支来一支去，一支来一支去安尼。哦。啊，我甲号一个名叫王来啦。系。我咱大家王来。啊，你真好。啊，对不起啊，今仔日甲螃蟹讲对不起，甲你打扰啊。哦，打扰。安尼报告完毕。啊，北坎溪内底。啊，今天我要介绍的是湖边招潮蟹，那大家都知道，湖边招潮蟹，它一共有十只，其中有两只较厚、较大只的，后脚两只较大只的，副脚有八只的脚。啊，伊的洞穴哦，那平平的，不是老师讲的那个有烟囱的。啊，我带伊帮忙何建明，我的好朋友，因为我啊联想罐头，我给他注一句话：祝你前途有量，谢谢。在那个烂泥滩抓到它的，然后呢，它的螯脚是一大一小，哦，它的步脚是这个扁的，好、哦，然后它的眼睛好像雨刷，你给它摸一下，它就刷下去，等你手伸出来，它又刷上来，哈、哦，很好玩。然后它的背脚有花纹。
它的腹甲我发现有好多毛哦，跟我们的腿一样，哈、哦，跟我们的手一样，很多那个毛。那它是公的，那我的那个对角的左右宽 2.7， 体重 7.0， 因为我抓到大只的，啊、哦，那它的洞我发现也是平的呢，奇怪。那这个走路的样子是横的，吃东西我没有发现到。那我发现它的嘴巴一直在动，好像在吐泡泡，这是我另外发现的，它就是嘴巴一直在动。哦、好像在用，在嚼槟榔哦，嘿、嗯，嘴巴一直动，谢谢。OK， 加那个湖边招潮蟹，因为它有两只的螯，大螯，哦，然后它一只大的，一只小的，它就人诶，去了啊，手骨啊，大细只啊，哦，啊，它的眼睛哦。就像那个火柴棒啊，然后它的腹甲，然后它的背甲，我觉得它有点像马蹄形，这上面比较宽，下面比较窄一点点的。然后我觉得它走路的方式很特别，我每次都追不到它，我都是抓到很迷你的大只的，我不敢抓，我都抓到迷你型的啊。我抓它的方式就是改后背，卖好那驴头底，因为我会惊伊甲我卡。我刚才招小的六九个，我叫两而已。可是他，我抓那只很小，只有到一公分而已。然后体重它只有0.7，然后睫毛呢，短短的一边一只，然后另外一边两只。我觉得它的生态，它的眼睛根本不像我们人类一样，就是长得很平均，它的睫毛就是不太对称这样子。然后我觉得它的红色的那个螯，女生母的啦，我觉得女生的那个螯角。Okay. 在那边很漂亮啊。他们先讲一点不太厉害哈。安全比较重要。我抓到的那只是那个湖边招潮蟹，它那个左脚的那个螯角哈，那个尖端的地方哈，有点红颜色。招潮蟹，它是不是左撇子？它在右边的哈。那它上面真的有眼睫毛，那个黑色在上面，它就是黑色珠珠，黑色眼珠旁边。各两只这边，我有看到四只眼睫毛。我们刚才讲，还要画角度，不是每次拿的都一样。我觉得那个角度好像我们要调光线这样子，然后望远镜这样才看得出来。那它是它的背脚很漂亮，我们在座的好多同学都抓到湖边招财蟹，每个背脚都不一样，有英文字母，有郁金香的，然后我的是很多边边的那种，像是那个菱形的，然后又像什么那种花色，很漂亮。我看到头先我们看的时候，看到以为是一种的和尚蟹，因为伊也对啊对对，到尾也看到，那就是青白招潮蟹。然后我就是细只，袂清楚，我就只大只的，诶，青白最欢喜，给老师讲是大只成年的。然后伊嘛是十只脚，然后它的那个大哦，右边这一颗就是右边这一只特别大。然后那个我没看到它的全毛了，因为太小只了、啊、然后那个什么，我有看到那个什么那个湖边的睫毛只有一根而已，对。然后那个啊，不过实在另外一只是一种的什么武士招潮蟹，嘿，我有两点两三种的招潮蟹。武士后蟹不是招蟹，武士后蟹，啊，够一只是一种什么那么双齿镜手蟹。就我这边的招蟹有三四种，我都看过了。这样，双齿镜像手蟹，镜像手蟹，对对对，对呀、啊。然后就是我看到，然后我最喜欢是那个青白招潮蟹，谢谢、嗯。OK， 很好，谢谢。再来，螃蟹我是用右手的，大拇指跟食指先把它按住，然后按住以后就换成拇指跟无名指，大拇指跟无名指把它抓起来，然后放在我的那个观察盒里面，啊，我所抓到的是湖边招潮蟹。我发现，因为我拿着面对它，它的螯角一大螯角在我的左边，哦啊，但是它左下是横下，哦啊，然后我发现它眼睛好像一对是火柴棒，然后我又慢慢观察它有各一边有一只那个睫毛，哦，它有一只睫毛，但是我抓到的是比较小，它的是背甲宽差不多1.1公分，啊，但是2公克。哦，这是今天在这边我所观察到这湖边扎头蟹，谢谢。嗯，介绍的很流畅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湖边招潮蟹，这是湖边招潮蟹，然后还有一只青白招潮蟹。那我发现他们三只的那个眼睛都是像雨刷一样的，就是没有抓到那种会缩进去的。他们三只都是雨刷碰到它就会躲到旁边，像雨刷一样。然后我觉得青白招潮蟹就是它的
里面那个肚子那里是有点紫色那样，我觉得很漂亮。可是它脚的旁边是橘色的，好像越大只就越大只越成熟的，它就橘色的地方越多。然后我觉得它很酷，因为它本来就是背面全白，看起来很漂亮。对，然后我抓到一只台湾招潮蟹，可是它好小只哦。然后我觉得它的眼睫毛就是好很不容易看到。然后就要很仔细看，就好像都是一只的。对。OK， 他介绍的很精彩，还有他今天抓到大家都没有抓到的台湾招潮蟹的母蟹，所以我要给他五张奖卡。谢谢。再来，蟹名是湖滨招潮蟹，采集地点呢就是在这个地方，大家以后西夏湿地。啊，它是在泥，住在泥滩，是动是圆的。那我抓它，秀丽长方蟹，不是长方蟹。秀丽长方蟹，它的两只螯是长得一样的，然后它腹甲那里有三节，它小小只的，然后一开始我还认不出它是什么蟹，因为它的那个都是身上都是泥土，不好认。然后后来找很久才看到，说有一只跟它长得非常像，才知道它是秀丽长方蟹，它长。然后，因为我会怕它咬，然后我觉得招潮蟹它给我的认识就是蛮常看到的一种蟹嘞，因为去海边嘞，古嘞潜水啊，那底下看到，啊，所以我对伊的感觉是讲蛮亲切的。然后招潮看到它那只大螯，我怕它会咬，我才因为观察到它眼睛可以一直倒下，一只还站得好好。刚才抓到一只，我还以为它怎么只有一只眼，结果它另外一只眼才知道另一只眼在倒下来的时候，原来它眼睛可以分开倒，这样多了一种观察。然后又认识了说，原来螯不一定在哪一边，可能这一边也可能是这一边。我抓了两只公的，我才发现说，原来它的螯不是固定的一边这样子，所以觉得也蛮有趣的这样子。嗯，那观察是观察到很多人不注意到的东西，来给你四张奖卡、啊。谢谢。这个大家补充说明一下，招潮蟹的那个大螯有左边有右边、哦，它不是两种哦。那它的比例总平均来说大概是1:1，就像我们有左撇子一样。那为什么我们很少看到左撇子？我们的左撇子都是一出生就被要求要用右手，所以很多左撇子是你是隐形的，你看不到。那如果说都不强迫他改拿筷子的手，或是拿刀叉写字的手的话，我们的左撇子比例也大概是1:1。所以在螃蟹的世界里面也是类似，但是在螃蟹里面那个黄螯招潮，它的右手的会比左手再多一点点。大概会1:5:1，那1.5只会有一只，好，那其他的部分大概是1:1的比例，所以你看到要千万不要认为说那是两种不一样的螃蟹，我们要认为它是它的背甲的花纹，它的背甲的形状，它有没有那个弧形的两个边线，还有另外一个部分是它的螯角，公的螯角的那个基部是不是橘红色的，只要认得这两个特征，大概你就可以判断它是不是同一种，好，这个部分是大家可以留意的。OK， 来，接下来那个螯角都是白色的，可是老师就是帮我看了之后，发现它是那个，就是只是比较小，还没有可能颜色还没有变化这样子。然后他的螃蟹的经验，所以我看到那个洞啊，里面有螃蟹，我就去直接给它挖起来。哦，然后它挖起来，这也它是一只大螯，一只左边是大螯，然后右边是小的。然后小只的这边哈是橘色的，嗯，然后腹脚这边哈，它的长节这里也是橘色的，然后它有脚毛，然后它的指节那边是尖尖的，然后也有眼睫毛，眼睫毛看到只有哈各一根这样子，啊眼睛哈像那个棉花棒一样，然后背脚这边它是指。深紫色底，然后纹路就是会凹凸那样子，啊，很光滑。它是公的， okay， 时间已经超过了。对，它是公的。它会很走，它讲的内容很精彩。可是我讲不完。它的时间掌握，可能可以再谢谢再加油。嗯，来给三张奖卡。谢谢。好帅啊！刚才下来的时候，全部都是泥沼哦，走下去哦。那个脚就连起来，那个哦，再走
在找的时候，那个螃蟹就那个洞是圆形的，就跑到洞里面去，但是不小心就用那个手哦，空手去抓就被它夹到了。后来在想，要戴手套，就戴手套去抓，就抓起来了。啊，它有一只，有一只大鳌啊，是一只大鳌，有一捉到两只，一只是左边，是右边的。问，结果以为是公的跟母的，结果问老师，他说是左撇子跟右撇子，然后就把水洗一洗，才发现真相是秀丽长方蟹。然后它凹角是对称的，是呈橘色的。然后它部角每个有四节，那接近那个身体的部分的凹的部角那个比较长，啊，因为下面就跟那个招潮蟹就有点不一样，就比较细，然后到那个就比较长一点。好 ，OK。很好，它还有做不同螃蟹之间的比较。不是只有单只有介绍一种，这一点是很不错的。来，给四张奖票。谢谢哈，我就丢了嘞。福建草草蟹，啊，起码哈拢一只安尼啊，哈啊。草草蟹，伊是很早的，安尼起泡泡哈，啊，就感觉迄个目睭吼，安尼一个无去，啊，两个这边，那这边那迄个。到嘴里吃吼，佮鱼刷一样，安尼好。这老师教恁的是，伊就是讲，伊若潮退下去吼，啊，伊的迄只鳌大鳌都在一直走，它的名字哦，就是安尼招潮来的，我讲改号叫招潮蟹。啊，要唱一个啊，就螃蟹歌。好。螃蟹螃蟹，紧只卡。即等下，会当叫进来无？我来。螃蟹螃蟹，真济卡，螃蟹大滴就头卡。你若要甲伊抓，伊就甲你夹夹夹。哦，很好。毛蟹真济卡，毛蟹咪滴就头卡。你若要甲伊抓，伊就甲你夹夹夹。毛蟹真可爱。这卡摸黑咪滴就偷卡，你若想要加伊俩，伊就加你加加加。摸黑真细卡，摸黑咪滴就偷卡，你若想要加伊俩，伊就加你加加加。你唱，我跳啦。哦，预备开始。预备唱。你怎么唱？真济卡，毛蟹咪滴就偷卡。你若想要甲伊抓，伊就甲你夹夹夹。毛蟹毛蟹真济卡，毛蟹咪滴就偷卡。你若想要甲伊抓，伊就甲你夹夹夹。黑金坐卡，我做袂起来。摸黑米的石头卡，你若是要加伊抓，伊就加你加加加。黑金坐卡，摸黑米的石头卡。哈哈哈哈哈！你若想要加伊抓，伊就加你加加加。摸黑金古锥，摸黑大地山啊堆。出来散步拄到你，伊就结合一口推推推，毛蟹真可爱，毛蟹住伫烂土内，你若点点卖叮当，伊唔知有人对家来。OK， 好，歌词很熟诶，三段前，哎，还有第一段表演也不错，来给五张奖卡，谢谢。毛蟹真济卡，毛蟹咪就偷卡。想要甲伊抓，伊就甲你夹夹。毛蟹真古锥，毛蟹住伫山堆。你若是出来散步拄到你，结好一个推推推。毛蟹真可爱，毛蟹住伫烂土内。你若点点卖叮当。
现在有人对这来。哇！很调哦，唱得很好听。来，因为我出去都是唱这个调。哎呀，对呀，那个低调不落。谢谢。一般的螃蟹我们都会说它是什么蟹的时候，通常都会看它的背甲。啊，它的背甲是方形的，就是方蟹科的。那背甲长方形就是长方蟹。好，那湖边招潮就是因为它，其实它的背甲的形状应该比较像梯形啊，上面宽下面窄的梯形，而不是。就是变成大了，还是它的品种就永远就是左边大？正常的状况里面，如果说它是，我们上次有讲过了，螃蟹的脚不管部脚或者螯脚断掉，它是下次换壳才会再长出来。如果是螯脚断掉以后，也是下次换壳才会长出来。但是如果说是它才刚刚换完壳就又断螯了，这个是要等下次换壳要等很久的时间，这段时间它是不是很危险？嗯，那怎么办？危险。它就会断掉的那只螯。还是要等下次才会换壳才会长出来，但是另外一只小螯就会变成稍微大一点点，那就是假大螯，暂时性的大螯，它会膨大一点点，但是不会大很多，会稍微大一点点，不会软壳，还是一样，因为其实它螯脚断掉了以后，虽然志哥可以保命，但是每一次断掉一只大螯，它元气大伤，你可以想象为什么有一对吧？一公一母，他们繁殖期的时候的一个宣告。那尤其台湾招潮蟹，如果繁殖期的话，它的烟囱状可以到45公分。哦，这么高，非常高。所以，如果你下次有看到有烟囱，可能就请大家不要打扰它，他们正在为繁殖下一代在做努力，所以不要去干扰它，免得破坏它的好事。好，这个。肠子的尽头，那就是它的蟹子孔，两只的出来那个就是蟹子孔。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，我是指的这个地方是它排便的地方。对，那是它的肛门。那中间那个凸起来是它的肠子，它的肠子不长。对。